你不就是想离婚吗？行，我同意。哎，你终于同意了。你这两天对我这么冷淡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先说吗？你今天都提两回了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，行吗？哎，黄自立，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的脑子里面每天想的就是家庭啊、未来跟你以后会怎么样，你呢？你就想一件事。 就是你的面子，现在好多事情说到这个面子，全部都捋顺了。你不是老说吗？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娶我？因为我爸，我爸多厉害啊！我们科一的院长，全国知名的教授。你跟我在一起，你马上提高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全家都为你骄傲。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你说实话。你就这么看我？ 我不是这么看你，我是今天才明白你就是这种人。那你在说什么？你明白吗？你就是凤凰男，你知道什么叫凤凰男吗？董卿，爸，你太过分了，给自立道歉。我道歉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呀？您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吗？黄自立这么多年给您鞍前马后。 他都是有目的的，钟晴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受的高等教育都哪儿去了？就像个泼妇。爸，您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他在外面有人了。子离，怎么回事？说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？我说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有本事当着我爸的面说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子离，告诉我。你说呀。说。